方才听你说妹夫一词，何为妹夫？为何有了哥哥还要有妹夫？看来你这种学霸只会读书啊，根本不懂感情。让我来告诉你吧，哥哥对妹妹是兄妹之情，妹夫对妹妹是男女之情，懂了吗？男女兄妹亦是男女，两者有何区别？你记住了，哥哥能做的事妹夫都能做，妹夫能做的事哥哥可不一定能做。就好比奶茶店要排队一样，妹夫永远是第一顺位，最大权限，哥哥都得靠边站，明白了吧？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要守住第一顺位。时下，我有东西要送你。你送我这些干什么？是彩礼。什么？二哈说要送成双成对的东西，你看这些都是。我不要做哥哥了，我要做妹夫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对你是男女之情，并非兄妹之情。我想和你入洞房。